前面引用对法，说明善等十种净法的作用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个第五条点啊，要说明十种净法安立的次第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十种净法立足于菩提道的修行，那么这个十种净法，它在这个菩提道里边啊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安立次第？所占十法次第义者，就是说所占的这个十法，就是善的十种净法。它的这个次第呀，它的次第是怎么安立的？为有一正无上菩提于甚善根，先应升起啊。就是说，如果说要想要证得无上菩提，要走上菩提道。要证得成就无上菩提，一圣善根先应升起。那么先要升起啊，殊胜的善根。先要升起殊胜的善根，也就是说要具备善根啊，要具足善根。当然，如果从唯识的角度来说，首先还要有种性，除了有种性以外呢，要有善根。这个善根呢，它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无始以来的积累。那么在座的能够坐在这里呀，一定都是有善根的，都会有善根。但这个善根到什么程度啊？圣到什么程度啊？这个就可能每个人的情况啊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尽管具备这个善根啊，但是这个善根呢，其实也还是需要通过培养，需要通过培养。所以就像前面说的，需要有，要加行，还要如理加行。如法的加行，就像我们一个人学佛啊，需要清净善知识，需要皈依，需要学法，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氛围，修学氛围，等等，这些呢，都是能够让我们的善根增长的一个必不可缺少的条件，所以善根的升起，是我们能否走上菩提道的一个关键所在。然后有了这种殊胜的善根之后，所以说胜善根力所任持故，必得安住无上菩提。有了这种善根的力量，随着善根的增长，那么我们必然就会选择。就是无上菩提呀，作为我们的一个生命的目标和方向，就是，所以第二个就是菩提，安住菩提，安住，这个就安住的作用，无上菩提这样的一个目标，对我们的修行，它就有安住的作用。那这样的一个目标呢，安住和确立，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也非常重要啊！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无上菩提这样的一个目标，对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意义和价值？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目标？
就是，其实关键还在我们对无上菩提的这个目标的认识，这个认识是非常的重要。当然，这里面也包含着我们对这个有漏的生命的过患，我们能否看得很清楚？有漏的生命，哎，以这个无明为和烦恼为基础的生命，存在着无穷无尽的过患，我们能不能看得很清楚？我们能否看清楚轮回的本质是痛苦的？我们能否看清楚这个三界有漏的三界的痛苦？就是能够看清楚，能看清楚这些呀，就是我们能否选择无上菩提的关键。因为我们只有看清楚了之后，就像不怕不识货，只怕货比货。就是你能对轮回、对凡夫的这个有漏生命，它的过患，我们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了解。同时呢，对佛菩萨所成就的这样的高尚的品质，我们也了解得很清楚。如果真正能够了解清楚的，我想，我们必然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，觉得无上菩提就是我们每一个生命的一个，就是一个必然，它是最佳的选择，甚至我们会认为它是唯一的出路，它是唯一的出路。所以，当我们能够这样选择了之后，我们自然也就会安住在这样的一个无上菩提上。所以说，甚善根力所持故，必得安住无上菩提。有这种甚的善根力，甚的善根力，这里边，也包括我们对法，的这个了解，对生命的认识，为令善根得增长故。次应发起菩提心，为了让我们的善根能够得以增长，能够让我们所修的善行都能够指向无上菩提，都能够跟菩提道相应，那么一定要发起广大的菩提心，一定要发起大菩提心。所以菩提心啊，在这个菩萨道的修行里边是非常的重要，它是决定了你能不能走上菩萨道，它也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一个大乘佛子，就是，所以菩提心是大乘佛法的不共法，它是不共的。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就是非常的重要，此菩提心以菩萨性为所依止，然后发了菩提心之后，然后接下来呢就会要成为一个菩萨，所以菩提心是菩萨性之所依止，菩提心是成为菩萨的一个。非常重要的条件，非常重要的条件，所以菩提心是菩萨性之所依止。能不能成为菩萨，那么关键就看有没有菩提心。有菩提心，发起菩提心了，那么才有可能成为菩萨。如果不发菩提心，那就绝对不能成为菩萨。菩萨性是什么呢？菩萨性就是觉醒利他。就是菩萨性的这个两大内涵。那么这个两大内涵呢，其实呢，它也都是来自于菩提心。所以菩提心
就是觉醒而又利他的心。当我们只有发起觉醒而又利他的心，那么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菩萨，能成为菩萨。所以这个现在佛教界呢，我们汉传佛教界，这个关于这个菩提心呢，这个弘扬修学认识应该普遍不足。所以很多人虽然受了菩萨戒，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发起菩提心，对菩提心也没有认识。所以这个整个教界啊，就是缺少一种积极的利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的一个风气。有很多很多学佛的人学的多半都学的很自了的，只想着自己了脱，缺少一种积极利他的这样的一种情怀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跟没有真正的发起菩提心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这个受菩萨戒之前啊，一定要真正的发起菩提心，真正的发起，甚至要受菩提心戒，受了菩提心戒，然后再受菩萨戒，这样呢才比较如法。否则的话呢，在这个受菩萨戒的时候啊，顺便的问一下，你发菩提心了吗？有很多人稀里糊涂的都回答能发了，那不知道菩提心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就发了，这个现象很多的。所以就是真正发菩提心，就是要把菩提心真正的变成我们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愿望，发自内心的愿望。我要利益一切众生，我要成就无上菩提，要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愿望。但是要把它变成发自内心的愿望啊，这个也是需要通过修行的。比如像《道次第》里边讲的，这个通过七因果啊、自胎相换啊，它需要通过一定的休息和思考才能做得到。就是只有真正变成你发自你的内心的愿望的时候，它才是有力量。否则我们现在讲发菩提心就变成是一个说法，随便说来说去。但事实上呢，我们对菩提心这个认识都不足。所以菩提心以菩萨境为所依止，菩提心是菩萨境所依止，是建立的菩萨境，成为一个菩萨，这个菩萨的资质必须要具备的基础。如是菩萨由以发起菩提心及甚善根力所持故，断诸乱导，成无乱导。这个菩萨呢，从发菩提心，一方面真正的发起菩提心，发菩提心之后呢，要修菩萨行，修菩萨行，那就是还要受菩萨戒，受了菩萨戒之后呢，需要根据这个菩萨戒的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要闻思正见，比如说在这个加行位的时候，资粮位、加行位、资粮位需要闻思这种大乘的经教。通过闻思大乘的经教呢，然后要树立正见，比如唯识的正见啊，或者是般若中观的正见啊，然后要再根据这些正见进行禅修，做这种般若正观，或者是唯识的禅修。然后在这个禅修的过程中，超越了对能和所的执着，超越了能和所的执着，能够做到这个能所，就是从所缘的空，然后到能缘的心，也能够空寂，能所双亡，
能所算完了之后啊，然后才有可能引发空性的智慧，见到了智慧，引发见到了智慧之后，然后才能见到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才能够断诸乱倒，成无乱倒，摆脱了能所，才能从这种生命的迷惑里边走出来，然后才能见到。才能见到，见到呢，才能够摆脱这种生命的迷乱，所以这个就进入到一种无乱的境界，无乱的状态。由见道中无乱倒故，次于修道断一切障。在见道中，我们已经证得了这种没有乱倒的这个空性的智慧。然后呢，在修道的过程中呢，就能够时时做这样的一种空性智慧的禅修，做这种空性智慧的禅修，在做空性智慧的禅修的过程中，在这个修道位不断的做这种空性的禅修，然后就能够逐步的摆脱烦恼障、寄生的烦恼障和所知障，所以说次于修道，断一切障，来修道为中断一切障，即断障已，持诸善根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呀。既然已经断障了，断障了之后，然后就能够这个持诸善根，回向正等无上正等菩提，要回向。其实回向也不是说一切障了断了之后，这个才开始回向呢，其实回向应该是伴随着我们的整个发心、整个修行，其实也都伴随着回向。那回向呢，就是要把我们所修的一切善法，把他的所有的功德啊，都回向到无上菩提。那这种回向呢，它就是具有转变，就是转变我们的所修的善法的属性，所有的所修的一切善法的属性，把它都变成是无上菩提的资粮，这个，所以一个是空性的智慧，一个是菩提心，它可以在最大的意义上转变我们的所修的这个善法的属性，把它从这种有漏的善法，变成无漏的无限的功德，无漏的无限的功德。所以这个回向、发心、空性慧，这个都是改变我们生命的这个内涵的几种非常根本的重要的力量，根本的重要的力量。然后由回向力所认识故，于身广化，遍无部位。有了回向力，认识，那么对于这个身广化啊。对这个深广的甚深的这个佛法，这个就能够做到这个没有不害怕，不怖畏就是不害怕。那不害怕呢，就能够对法这个建立这种强大的信心，也能够很有信心的去给别人说法，不害怕，能够自己有信心，也能有信心的给别人说法，既无怖畏，便以彼法见甚功德，能广为他先所开示。不，没有怖畏，对法能够通达，你真正通达的，你才能够做到这个没有怖畏，你真正通达了，你才能够对法能够生起信心，然后呢，你才能够为他人去，你看到这个法的功德，
我们能看到法的功德，看到这个一切佛法，它的这个价值，它的意义，它的价值，对我们每这个佛法，对我们每一个生命，它所蕴含的这种巨大的意义和价值，也看到了佛陀的大智慧，也看到了佛陀出世的这样的一份悲心的本怀。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系列认识为基础之后，我们介绍了法，我们从法里边受益的，那我们也愿意去为他人啊广为宣说，希望这个法这么殊胜，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也能够接触到佛法，也能够学习佛法，也能够从法中受益，能够 从这个迷惑走向觉醒。菩萨如是种种功德力所持故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以一切法皆得自在。那么菩萨呢，因为种种功德啊，这个以上所修的种种功德，这个使得他呢就能够快速的证得无上菩提，所以最终呢就能够真正的依法自在，能够自在的去通达，也能自在的为他人宣说，是名上等十义次第。那么这个就是上等十法的安立的次第，我们最后才把这个法的安立的次第啊给亮出来。那其实这一部分的内容呢，主要是讲三十种藏，这个三十种藏事实上也就是围绕着这个十种这个菩提道的修行，这个十种法它的这个它的内容以及它在菩提道的作用。那么这个十种法呢，基本上十种净法基本上是贯穿着我们整个菩提道的修行，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三十种藏，有了这个三十种藏啊，我们在这个菩提道的修行的过程中呢，就会被这些藏给卡住了，就会被这些障给卡住了。一旦被这个障卡住了，我们的修行就在停留在某一个阶段，比如第一个阶段或者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，就会被卡在那里，就会没有办法进步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呢，就是我们需要去克服这个三十种障，我们只有克服了在这个三十种障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整个菩提道上才能够顺利的向前。那么这个前面就是讲完了这个三十种障，这个大概在这里边就是属于第三个大问题，讲的是三十种障，接下来要讲的是第四个大问题。第四个大问题就是结分障。我们知道前面讲的这个三十种障啊，基本上已经贯穿着整个菩提道的修行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这个辩障品啊，他又提出来的，比如说有这个结分的障，有这个十度的障，还有十地的障。这个其实主要是根据修行的一些法门来建立的，修行的一些法门来建立的。所以相对来说，这个在这个辩中辩论里边啊，他把这个三十种障呢是称为总障，总的障。那么把这个结分障、六十度障啊，它称为别障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论文里边讲，虽上等法，即是结分波罗蜜多诸地功德，而总别异。虽然说，似乎说这个前面讲的这个三。
三十种障碍，好像已经包括了一切修行的障碍了。但是呢，其实这个三十种障是总的来说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需要根据就是这个别的说，别的说就是具体情况，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我们修不同的法门，事实上呢，它会有不同的障碍。所以说，虽善等法，即是结分等障，而诸地功德，诸地功德而总别矣。就是这个结分障、十度障和这个三十种障相比，三十种障是属于总的障，这个结分障、十度障、十地功德障，这个是属于别障，别障。今应显比菩提分等诸障差别。那么现在呢，接下来就是要先要说明关于菩提分，就是三十七菩提分，也就是三十七劫分，它的在这个修行中的障碍。一劫分度地有别障应之，这里还是总的说，就是一劫分，劫分就是三十七，三十七道品，度就是十度，十度障，我们在下面会说到，地就是十地障，这个十地的障呢，我们在下面也会说到，所以有别障应之啊，每一个修行的内容，它在修的过程中都有它自身的障碍。都有他自身的障碍，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先介绍就是关于三十七道品的障碍，在修行三十七道品有哪些障碍。论曰：福一劫分波罗蜜多诸地功德各有别障，为菩提分有别障者。首先说菩提分，就三十七道品，这个有别障，就是三十七道品的修行，到底有哪些障碍？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弥勒菩萨的偈颂：一事不善巧，懈怠定减恶，不执累劣性，见出众过时。就是三十七道品的内容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，也就是包括就是这个四念住、四正勤，也就是四正断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知、八正道。那通常呢，这个三十七道品啊，主要是声闻成修行的重要的内容，它基本上是这个概括的声闻成 修道的重要的内容，重要的内容。那么我们现在学习这个辩中辩论啊，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它是含摄的这个声闻层的修行内容，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讲这个大乘的修行，其实在大乘修行里边，同时它也统摄的声闻层的修行。就像一学十地论，这个十七地讲菩萨道、菩萨地，同时呢也讲这个声闻地。所以唯识学呢，他对这个声闻层的修行啊，他不是带着一种排斥的态度，他是用一种统摄的态度，以这个声闻层修行，他是作为菩萨道修行的一个基础。同时呢，他会去显示这个菩萨道修行的它的一个殊胜性和特殊性。比如我们现在在这里要讲到了
37道品的这个内容啊，接下来呢，专门会有一品，在这个辩证明论里面专门有一品啊，这一品叫做什么呢？叫做辩修对治品，有一品叫做辩修对治品。这个辩修对治品啊，专门讲的就是37道品来修行。所以我们现在解释这个三十七道品。我们在这里啊就不做详细的介绍，因为在下面专门有一品，专门有一品讲这个修行。同时呢，比如说这里边这个37道品的内容讲完之后啊，会讲到十度的障碍。这个十度，关于十度的内容啊，我们知道六度、十度，这是属于大乘菩萨道修行的重要的内容。大乘菩萨道修行的重要的内容，那对于这个十度的认识，六度十度的认识，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唯识的重要的论点，从解深密经、一些是谛论、辩中边论、十大乘论，所有的这些论点啊，都会对这个六度十度的内容进行广泛的论述。所以这个辩证明论最后的一品叫做辩无上乘品，它对这个十度的内容，具体的内容啊，会有广泛的说明，会有广泛的说明。所以我们在解释这个十度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这里也不做具体的太细致的解释。那么在这里要说的是什么呢？主要是要说明的是，就是这个37道品或者说十度它的这个内容的升起到底有哪一些障碍，我们需要去克服什么样的障碍。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寄送的内容，比如一事不善巧，这句话讲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四念住的修行，它有关于一事不善巧的障碍。懈怠定减恶，懈怠指的就是关于四正断的修行，四种正行的修行，有懈怠，懈怠会成为它的障碍。定减恶，这个指的就是四种神主的修行。我们知道四神主他要修，就是这个修这个四神主的内容，就是一情心观，还有就是八段行。那么在这个修习一情心观和八段行里边啊，定减恶就是随便减少了一种啊，都会成为这个神主修行的障碍。不执累劣性，不执就是指的就是五根的障碍，在五根的修行里边，你对这个五根的内容修的不圆满，这个会成为五根修行的障碍。累劣性就是指的是五力修行的障碍，五力修行就是力量不足会成为五力修行的障碍。见出众过时，见出众就是见了这个见了过时啊，它会成为七觉支的障碍，出众会成为八正道的障碍。就是这个一个寄送里边，它是隐含着就是37道品修行的过程中它所存在的障碍。那我们看下面论文具体解释。论曰：一四念住有诸事不善巧障。四念住就是观身不净，观少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
也就是说，试炼处的修行是要对四种东西进行智慧的观察，要对四种东西进行智慧的观察。这个四种东西呢，就是身、受、心、法，对身体，对我们的感受，苦受、乐受，还有呢，对我们的心、心念活动的观察，还有呢，对法，对这个一些法，对一些法进行观察。那么对身受心法的观察啊，事实上呢，试炼处的修行，它事实上它是需要有一个闻思正见作为基础，要有佛法的正见，要有无常，这个无我、苦、空这样的四种正见来观察身受心法，就是观察，观察身体是不净的，观察受的本质，能够认识受的本质是苦的，观察心的本质是无常的，观察法的本质是无我的。那么这样的一种观察呢，是需要有正见，需要有智慧，要有正见，要有智慧。如果缺乏对身受心法，缺乏这样的一种正见，缺乏这样的一种智慧，那么这个试炼处能不能修得起来呢？这个试炼处当然也就修不起来了。所以叫做一试不善巧障。不善巧，什么叫不善巧呢？就是缺乏一种，缺少智慧观察，不懂呢用智慧去观察，缺少，不懂呢就用智慧去观察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 不懂呢用智慧去观察呢？因为你没有正见，因为你没有正见，没有正见你就不能够用这个正见啊去观察。那不能用正见去观察，那也就意味着这个试炼处你是修不起来的。所以说以试炼处有以诸事不善巧转，以试正断有懈怠障。对于试正断，这个四正断也叫四种正勤，也就是四种精进，我们应该要努力的，我们应该要努力的。这个四正断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未生善法令不生，已生善法令断，未生善法令生，未生的善法，是要令生；已生善法令增长，未生恶法令不生，已生恶法令断。也就是四种正断，它所要做的就是一种关于止恶。行善，止恶行善的修行。但是呢，这种止恶行善的修行啊，包括我们现在像这个受的戒啊，像声闻戒，主要就是止恶，它的整个作用就是止恶。那像菩萨戒呢，它包含着止恶和修善，它通过一种法力的方式，它要让你就是这些善法，像六度四摄这些善法你必须要努力的去做，你不做呢你也是犯戒的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个不善法那你必须要断。所以戒律的内容主要也就是在帮助我们，辅助我们如何来完成这种止恶行善的修行。那么这样的一种止恶行善的修行啊，事实上呢，我们也需要
它是需要努力的，需要精进，需要努力。那如果呢，我们要是懈怠，说懈怠也就是他可能会就是不去做这样的努力，不去这样做这样的努力呢，我们可能会随着自己的串习，哎，随着自己的贪嗔痴，哎，随着自己的串习，随着自己的贪嗔痴啊，那么就会怎么样？结果就会怎么样呢？该修的善法我们不愿意去做。不肯去修，不肯去做，哎，应该要阻止的这些不善的行为、不善的习惯，啊，我们也没有力量去阻止，顺着自己的感觉，所以这是懈怠障，这种懈怠的障碍呀，它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四正段的修行，哎，它会成为我们四种正段、四正行修行的障碍。那下面，于四神族有三摩地减二种障，四神族，也就是这个有关于三摩地的修行，因为三摩地它也是这个神族神通的产生的基础，所以又叫神族。那么这个四神族啊，有三摩地减二是障，就是成就三摩地的成就的修行啊，它有这个减二是障，减去这个就是减二是，什么叫减二是呢？在下面做进一步的解释：以圆满一情心光，随减一故。一二一休息八段行中，随减一故。这个四神主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四种意、情、心、观，就是意，就是对禅定的一种强烈的需求；情，就是努力、精进、努力，在禅修的过程中需要精进、需要努力。哎，心，就是禅定，它是对心的信念。需要把这个心啊专注在一处，哎，止，哎，这样要心要止于一处。观就是观照，观照观察，哎，要应用佛法的智慧正见，哎，来观察，观察我们的生命，观察我们的心念。所以，意情心观，这是作为一个三摩地的修行啊，就是有这个四个因素，四个因素不可缺少。但是如果在这个四个因素里边啊，随便减少一个啊，那么这个四神主的修行啊，它就是不圆满的，所以随减一故。比如说，你缺少精进，或者说你缺少要这个成就这个禅定的，禅定的这种愿望，或者呢，你缺少这个止的修行，或者你缺少这种观的修行，那么都不能够，都会影响到，三摩地定的成就，禅定的成就。所以这个是说。这个是一事，在这个意情心观随减一故，二于休息八段行中随减一故。那这个三摩地的修行啊，在这个论里边又说到了要休息八种段行。我们在后边说到修对治品的时候，会对这些八段行啊，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解释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它的名称就行了。就是第一种就是意，第二种就是精进，第三种就是性，意就是需求了，精进就是努力，性就是对这个三摩地、对佛法僧三宝的这种信心，安就是在这个修三摩地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这种清安，
那第五种呢，就是正念，要建立正念，禅修的过程中要建立正念。那第六种呢，就是正知，要有正知。这个第七种呢，就是思，思就是需要有这个面对我们内心的这种昏沉调举，就是需要有造作，就是内心需要通过这个懂得用心。那么第八种呢，就是舍，当我们已经克服了昏沉和调举之后，然后能够让心啊安住在一种平稳、平衡、平静，这样的一种状态。那么这个八种呢，称为八段行。这个八段行呢，就是这个禅定的修行里边啊，它的这个八个要素。那么这个八个要素呢，也是缺一不可。如果减少了一种，那么也会影响到四神主的修行。所以我们这里讲的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主，四念处会比较偏向于慧的作用，四正断呢，它是会偏向于比较戒的内涵，四神主呢就是定，戒定慧。那么这个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，那么这些呢，都是我们成就解脱要成就解脱啊，不可缺少的这个基础。那后边以五根有不执、圆满、顺、解脱，不执。圆满顺解脱分胜善根障，五根，什么叫五根？这个五根呢，根就是真善的意思，它是具有真善的意思。这个五根就是性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、性净念定慧。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要成就解脱，要见到要成就解脱的五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首先就是要信，就对三宝、对四谛能够升起信心，然后要精进，有了信的基础之后呢，我们才能精进。所以由信的根，它是可以作为精进根升起的基础，然后呢，然后在精进根呢，关键还要这个，要树立正念，那就是念根，要在学佛的过程中，事实上也就是我们选择心念的一个过程，我们要摆脱这种贪嗔痴的妄念，我们要建立这种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念界、念时、念天，也包括像四念处，这个观身不净、观照四苦、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我，那么这些呢，都是属于一种这个正念，就是正念的培养。然后以这个正念念根的修习，它的力量，真善的力量。那么它就可以成为，定根升起的基础。所以念根，以念根为真善，可以成为定根产生的基础。那通过这种正念的修习，然后就能够让心啊进入到一种这个三摩地、禅定、等持的这样平衡的状态。然后定根呢，它又作为慧根升起的基础。有了禅定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对我们的内心、对我们的心念进行观察，在观察的过程中，保持一种观照，能够用这个智慧观照，在止的基础上观照的过程中，就能够这个引发我们内心的智慧，所以定根又可以作为慧根升起的基础，所以信。静念
定慧，这个五根，五根在这个迈向解脱道的修行中，它是具有这个增上的作用，增上的作用。当然，在菩提道的修行中，它同样也是具有重要的增上的作用，这叫五根。以五根有不执、圆满、圣解脱、分障。不执、圆满，就是这个五根呢，它是一个完整的，在这个解脱道的修行的过程中，它是一个完整的内容，也就是缺一不可，也就是缺一不可。这个五种，你缺少了任何一种呢，哎，那么都会成为我们的这个五根。都会成为这个通过这个五根修行迈向解脱的，一种障碍。比如你缺少信根，或者缺少精进，或者缺少正念，或者缺少禅定，或者缺少慧根，都不行。这个五种，就是如果你缺少一种，那么就是五根修行的障碍。所以这个五根的修行啊。他要重视的是他的这个完整性，这个完整性非常重要。以五力有累劣性障，既有五根由障所杂，有累劣性。累劣就是没有力量。哎，我们讲五根有性根、净根，哎，性、净、念、定、慧。这个五种根啊，它也会遇到，比如说信，它会遇到不信。如果你不信，有不信的力量，就会成为这个信的力量的障碍。懈怠，它就会成为精进的障碍。懈怠就会成为精进的障碍。念，妄念、思念，这个不正知等等，都会成为念根的障碍。定、散乱。就会成为定根的障碍，愚痴，恶见，都会成为这个慧根，都会成为慧根升起的障碍。所以五根呢，跟五力的区别是什么？五根跟五力其实它的内容是相同的，这个根是增上的意。那这个力呢？力就是这个根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。比如说，当我们的信心的产生，足以对峙不信；精进的产生，足以对峙懈怠；念力的产生，足以正念的建立，足以对峙妄念；定力的产生，足以对峙散乱；慧的根呢？慧的力量的产生，足以对峙愚痴。就是五根。上升到一种强大的力量，能够对治这个五种烦恼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五根啊就会成为五力，五根就会成为五力。但是如果这个五根里边夹杂着这些不信啊、懈怠呀、散乱啊，那么夹杂着这些力量，使得这个五根本身没有力量。他就不能够成为五力，所以说以五力有累劣性障，就是没有力量。这个五根没有力量，没有力量，就是被这些障碍，就是刚才所说的不信啊这些障碍，所影响，所以这个五根就不能成为五力。以七等觉之，七觉之有见过实障。七觉之，这个七觉之呢，那么就是关于见道，就是七觉之是属于见道位的修行。那么有这个七觉之的内容，就是包括念觉之。择法觉知、精进觉知、喜觉知、清安觉知、定觉知、舍觉知，
就是念，这个念是基础，正念的修行，这个正念的觉知啊，这是进入这个择法觉知的基础，就是通过正念，然后到见道，见道事实上就是体会到这个空性，体会到觉性，体会到觉性。所以择法觉知呢，就是觉的自体；正念觉知呢，是觉所依止的觉所依。那精进，那么通过我们体会到这个觉悟的本体之后，然后依这个觉性去做这种禅修，那么这个精进呢就能够出离，就是出离这种迷惑烦恼，然后由出离迷惑烦恼之后啊，然后接下来就会引发这种清安喜觉知，以及呢这个安觉知。到这个定觉知和舍觉知，就是内心的清安，这个稳定和平衡，欢喜、稳定、平衡，那么这些呢，都是立足于这个择法觉知，就是见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。那么这个七觉知的修行啊，它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。那就是正见，见道。事实上，我们知道这个见道有这个，它是离不开正见。正见呢，有世间的正见和出世间的正见。我们通过闻思树立正见，那么这个是属于世俗层面的正见。但是呢，通过闻思的正见，通做这种正念的禅修然后引发的这种根本智慧。那这种根本智慧呢，它就是出世间的正见。这种出世间的正见，它能够让我们就是通达空性，见到。那这里边就是正见是非常重要的，正见非常重要。所以在这个七觉知的修行里边，有见过实障，因为此是见道所显之故。就如果你的正见不过关，你的正见有问题，那就不可能见到。所以这个，所以各种宗教的修行啊，它为什么不能见到？主要还是正见有问题，他们没有真正具备这种正见。所以，在佛法的修行里面，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，正见就是特别重要。那么，这种闻思正见的建立，我们在资粮位，这个到加行位，然后一直到见道位。其实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始终都是在建立正见，到于正见禅修，到最后通达出世的正见，然后再修到位，我们再要用这个正见来做不断的禅修，出世的正见来做不断的禅修，然后完成这种解脱和无上菩提的修行。所以这个正见基本上就是贯穿着我们整个修行。那下面以八圣道之有出众过实障，此是修道所显之故。八正道，它指的就是在修道位。那修道位呢，有出众过实障，就是寄生的这个烦恼，以及呢这个失惑，有见惑、失惑，那么这些都要在这个见到位，在修道位来断除了。那么我们在这个修道位中呢，出众过失，也就是失惑，它就是我们修道位的这个障碍。所以在修道位就是要克服这些障碍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三十七道品啊，是我们在这个迈向解脱道的修行中，这个非常核心的修道的内容，
那我们在这一部分里边呢，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三十七道品修行的障碍。那么至于具体的内容，本论呢还有一品专门介绍。这个内容就讲到这里。为什么通过修三摩地才能将闻思博得这个观念、心态、人格，这个禅修啊，就是其实它有不同的禅修的方法。我们现在呢熟悉的这个通常讲的这个禅修啊，比较重视一种正念观照的力量。这种观照的力量呢，它跟这个闻思经教啊变成我们的观念啊，这关系好像不是很大，变得不是很大。但是像道次第所讲究的这个禅修，他所强调的就是一种观察修和安住修，他应用的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理性，思维。那么这个在这个思维的过程中呢，事实上呢，就是我们通过对这个教理，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认识，一种智慧，我们进行观察，进行思考，然后通过观察和思考之后啊，最后就会把这种认，我们就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认识。那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认识之后，我们就会把这种认识啊变成自己的，变成自己的认识，然后我们再学会用这样的一种认识，再去做这种观照的修行啊，还是去指导生活啊。事实上，在这个应用这种认识的认识的过程中，它就会完成这种心态的改变，到这个生命品质的改变。其实这样的一个禅修呢，它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谈禅修啊，主要都是偏向于就是一种不动脑筋的禅修，就是一种这个纯粹的，就是一种它应用的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观照力，把心通过指的力量指下来之后，然后应用一种观照的力量。那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禅修呢，事实上它也需要有就是这个如理思维这样的一个禅修作为基础，就是道次第所说的这种观察修、安住修。这个通过这种观察修和安住修，就像那个唯识讲的四种行思是如是智，通过行思思维，然后最后呢我们获得一种正确的认识，然后再用这个认识来指导我们的修行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现在修三摩地，只要是见到修道，为什么这里说不修至圣三摩地是自在的障碍？当然不修至圣三摩地它肯定是自在的障碍，但它不只是自在的障碍，它同时它也会是见道的障碍，也会是修道的障碍，甚至也会是这个我们能够应用这个能够通透的去应用教理，不修至三摩地也都会成为障碍。所以对这个十种善法的它的一个关系和次第，有的时候也不能理解的很激进。刚才法师讲到修习大乘善法要有善根，更要有种性，而在唯识的理论中说到五种性，其中有定性声闻和五种性。请问法师，种性可以改变吗？有人一开始不信佛法，便大家破坏，造作极重的恶业，但后来忏悔，这是不是从无性？这个种性的问题呢，如果从唯识的角度来说，这个种性啊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你无种性就是无种性，声闻种性就是声闻种性，当然也有回小，可以回小向大的，
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呢，这个种性啊，就是也不要把它绝对化，不要把它绝对化，就是在我们现实中啊，我们确实存在种性的差别，就是每个生命的缘起不同，所以呢，有的人确实他会有偏向于，在这个生命的延续的过程中，他会形成一种菩萨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种性，那也有人呢，他可能会偏于声闻，有的确实就是没善根，但是如果我们不要把它理解得很机械，其实从缘起的意义上来说，其实一切啊也还是可以改变的，但是这改变也不是很容易，也不是很容易。就是，所以这个唯识的这个思想呢，这种种性比较固定的思想啊，对于中国人来说很不容易，不是很容易接受，因为中国人接受的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思想，所以我对这个种性的问题的理解啊，我也不是理解得很机械，我觉得可以从相对的意义上来说。我们可以承认每个众生这个种性都不一样，但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说，其实生命是一个缘起的存在，其实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。法师刚才讲到唯识的修行也是要泯灭能所，的确，这个唯识中很强调二起空，但唯识中在这基础上，这个又讲二起空所显的真如是实有自体的，这一中观中在圣义上，不起自体有的见地有冲突。这个自体呢，这个其实呢，唯识他讲到这个圣义，他用的是有来表达，跟这个中观呢用空性跟空来表达，其实都是方便的说法。你不要因为他说到有，你就执着他有一个实有自体，这是一般人对唯识的误解。同样的，你也不要因为中观讲到空性，你就认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，那这是断灭空。空它也是非空非有，有也是非空非有，有跟空其实呢，它都是一个方便的表达。针对那一种容易落于空见的人，唯识呢，他就会比较用有来表达；针对我们凡夫众生比较容易落入有的执着，所以中观呢，他就用空来表达。其实真正的空性呢，唯识中里面也讲得很清楚，其实它也是非空非有。这个如果是空或者是有，其实它都不是空性。空性是，它是超越一切差别相的。见于此功德，见于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，皆共成佛道。